你知道不同丝带颜色代表着不同的癌症吗？巴马纹丝带代表神经内分泌肿瘤，也是苹果创办人贾伯斯所罹患的癌症。提醒你随时关心自己的身体，多爱自己哦。我是卢广仲，响应2月4号世界癌症日，邀请您和我一起创造一个没有癌症的未来。